专论圣王行义净法地化天下，速济人民不杀不夺，无诸恶恶，含备因德功德其所，何乐无争？以是因缘，一切人民所应供养。咱理想的世界就是需要安尼的世界。人生啊，人间一步正步，希望咱会当生在迄个帮友多的地方，人民在迄个国家，国家王法统治啦，会当使这个国家的法正，人民生活就会当好乐，无有苦难啦。这嘛就是在生活中的依靠。世间的人只是求安呢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这是一般人所期待，那就是需要专论圣王行义净法地化天下。意思就是讲，专论圣王，那就是出生地，迄个最和平和乐的时代。有这个国王专论圣王，伊会当统领伫这个天下呢。使这个天下的正法啊、治安啊，拢会当不治而安。在迄个国家，唔免立真济的法，自然啊，人民呢，都是受着这个天地顺调啊，人民和乐。日安居乐业，这那会当安尼，天下那得过什么法来治呢？这是专论圣王领导者的福，伊有福啊！过去心中所领导的，过去心中。所修行的过去生中所结的福缘，所修的呢是上上善，所以做了无量所的福，是上上界，一个福完全具足啦，有这个福。言一步啊，生在安尼的国家，加上了伊本人的德福甲德啊，自然呢，天下都安尼平安啦、啊。大通地现佛的时代，伊的王宫啊，伊的富翁就是。专论圣王啊，迄个国家真正是和平相处，一个安乐人民寿命真长的世界，所以迄是正法，
迄、那个正法会当吼地化天下。那无佛出世时，自然伊个法啦，嘛是真兴盛啊！伫人间人民的心态呢，都是遮呢正和睦。其实这个正法呢，嘛无有啥物偌呢正做的法啊，是做人的规则啊，人伦的道德啊，就是安尼正简单。所以讲，舍己人民啊。不杀不夺，无诸过恶，亲像安尼用安尼的正法来治化天下，就是真简单的法啦，来治化天下，那自然呢，人民呐、啊、都无有这个杀夺，那无。念过失，这些代志拢总无啦。想看安居乐业啊，真上好的世界，这都是啊，咱所想要追求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互相真正的认识来对待啊。就无有什么款呢？诶，无明烦恼来计较，自然这个社会呢，就是不治而安，唔免安怎治，各人心中都有法啦。这人民都一旦互相呢，得和睦，所以含悲。因德各得其所何乐无清啊！人民若会当安尼，这些足理想的世界，这就是人间的正道啊！所以一世因缘啊，一切人民所应共用，因为。在专论圣王所统领的世界，在人民共同呢修法修规则的社会，所过的日子是这么这么和平啊！佛大通地性佛已经呢修行。国在说法在人间呐、啊，这是一个已经这么这么和乐的世界，这种真富有的社会，国在有佛法，国有道理好听，真呢是富中加富，安尼的因缘呐，在人民呢。过得真好，搁再呢也会晓要安怎样互相祝福啊，彼此来共用，这就是无亏欠的世界，彼此之间呢互相都是要付出，付出迄份的爱，真正的和乐的世界。这就是咱人人所欲追求的嘛，所以这是伫大通地性佛的时代，大通地性佛其实伊的时代，也是咱的心灵的时代呀、啊。咱人人依佛同定啊，咱人人呢都。无始以来，迄、那个大通，咱的真如本性，只是呢，
点点结情，大通地幸福啊！一切都是真完整啊，也智慧性一切，所以叫做大通地性，因为伊个真如妙用啦、展现了真如妙用。咱只是敢那真如存在，咱个妙用呢，已经呢受无明染污去啦。所以咱凡夫啊，也是有遮尼遮长个寿命，咱有无数以来啊。咱的真如本性向来都无变，不增不减，拢无变啊！所以生命嘛是遮尼遮长啊！大通地幸福的寿命真长，其实呢，咱的真如本性的寿命嘛是遐尼长，咱呢？真如本性啊，嘛是亲像阿呢，遮尼只空中，遮尼只如规如矩吼，真有这个规矩啊，都亲像正法通地的社会世界共款呐，共款，就是要互咱更搁较了解。大通地幸福，就是咱人人本具的本性。咱人人呢，心中啊也有专论圣王。咱人人呢，家己嘛会当自治咱家己，这点心嘛，这点心自治得好啦，正法呢，在咱的内心里。正法在咱心中的天地里，这那会当安呢？咱那也阁有无明烦恼呢？正法轮呐，嘛是在咱的心里呐，只是咱家己未晓要转呐，法轮无法度转，咱家己的心念法轮无转呐，咱。要安怎清佛转法轮呢？所以大通地幸福的时代，看到这么大的场面啊，有转轮圣王来清佛转法轮，梵天王啊来清佛转法轮啊，梵天王。伊家己都爱过去生不断不断修行，修上上行啊，持上上戒，已经呢了解遮个道理，只是一个迷昏烦恼也未透彻。其实咱嘛是共款呐，咱甲梵天王，咱一念间呐。嘛是会当修上上善，持上上戒。咱的心地呢，嘛会当清净无染嘛，如梵天呐。那有安呢？清佛转法轮，大通地幸福，也福王转轮圣王。背着十六王子来道场，嘛是清佛转法轮呐，转轮圣王，就是已经福德具足啦。十六沙弥呢，也是无数以来的大通地幸福的时代，一过去呢。就已经诸佛道场啊，修行啦，保持着迄个动真的本性，这拢总是伫过去无量无数劫
啊，其实呢，这拢伫咧描写咱的心地，咱的内心嘛。咱的内心是梵天王，咱的内心是转轮圣王，咱的内心呢是十六王子的本性，所以大通地性的道场呐，其实呢是咱人人本具有的道场，竟然呢有这么真多的外境啊，诸天人王安尼伫大通地性佛的道场来清转法轮，这是偌尼殊胜的因缘呐、啊！这个殊胜的因缘伫倒位呢？看咱家己，咱家己呢？是不是愿意把握这种殊胜的因缘呢？文化是真难呐、啊，大通地性佛是点点结以情发愿呐、啊，就是咱人人所归一处，但是凡夫一识念呐、啊，那就变成了呢。无明啊，所以一念无明生三世，境界为缘中六初，这呢常常跟大家人讲啊，而且呢一念无明就缘啊，行动啊，有了行动，外面的六初呢开始了，这种总是同款呐，而迄个法缘，善的法缘，恶的法缘呐，恶嘛是伫迄个一念间，安尼就产生出来一念无明，这个恶法的源头就是伫迄个。一念无明，大通地性佛的法缘，也是同款。在这个一念间，一念间啊，成为梵天；一念间转轮圣王；一念间大通地性佛，这拢是看咱。这念呢是向善向恶，恶的呢就一直呢无明延续去，善的呢那就是回归真如本性，是善的成果，是恶啊那受恶报，那搁有无善无恶啦，讲伊极恶。不是，伊唔免对地界、对人间呐、啊。虽然呢不行善，但是呢，伊唔免对地界。但是讲伊是真善，但是呢也无有够上上善，所以也阁是伫人间不行天宫，或者是呢？一念偏差，第三道畜生魔鬼，地狱道呢，顶顶不极恶，或者是不善不恶，真呢，拢是伫咱的一念心嘛。所以一念心呢，那一旦好好回归真如本性，发挥咱的本性。地性，这个地慧啦，发挥出来，安尼呢，那就未会堕落生死啦。咱都个回归倒转来，咱的真如本性，大通地性佛的源头。哎，总共一句，
就是一念心啦、啊。希望咱爱好好运用这念心，咱看会当就这个法啦、啊，来净咱的心吼、哦，来恭敬咱的心啊，唔通阁偏差。所以正面的经文就是安尼讲：是诸无量千万亿大德声闻，皆已成就。世尊啊，亦当为我等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会记得这段经文是什么人来讲话呢？释迦王子哦，释迦王子啊，已经开始请佛转法轮了，不只是为自己，也为大德声闻请法。所追求的呢，就是要教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依佛当得的智慧，这就是十六王子所期待的。下面的文在讲吼，我等闻已呀，皆将受学。世尊啊，会当法轮转开始啦！阮大家人听了后，绝对呢会好好信受奉行啦！世尊啊，我等自愿如来地界，深心所念佛自证知。世尊啊，我们大家人的志愿啊，是可以跟佛同等的智见哦。我们的心信心啊，真深啊，我们用最虔诚的心发心入大愿，这个念啊，应该佛会当为阮证明啊，佛应该会当知影阮的诚意，请佛来转法轮开始。阮的期待是会当甲佛同等的智慧，这呢是十六王子依靠同声讲的话。甚至呢，唔止为自己，也是为在场人人表达这份呢最虔诚的心，所以讲出了我等既有志愿，我十六王子甲遮大德声闻的志愿呐。初心啊，而且又深深，阮发心真久啊啦，期待真久了吼，而且信心嘛真深啊啦，阮听的法呢，会当真清楚啦，这请佛放心啦，这念意。如来地见，阮心心念念呐，就是会当伫如来的地见，以如来地见当顶啊。佛世尊应该会当了解啦，这个时阵应该呢，当为如来观经之地啦所证
地呀、啊，如来，你的根地啦、啊，如来的根地，安尼来甲阮观察啦，应该呢，嘛会当了解阮，阮一定就是会当潜心来追求佛的地界。咱敢会记哩讲，亲情啊，佛陀开始答应要讲话时啊，以前嘛有甲大家人安尼讲过去啊，根基无够的人，信心无基础的人，这个见解狭疏的人，这的人拢是。未当为因果，会记哩无？亲情啊，但都是安尼讲，佛佛多多啊。现在呢，十六王子来表达，阮的信心正确，阮的智慧呢，嘛已经呢有安尼会当接受啦。阮所要听的呢，真正。真心以了解大乘法，阮绝对袂偏差去。这是回应伫迄当阵吼，那释迦牟尼佛伫要讲《法华经》的以前啊，嘛要真长的时间。什么款的人袂当听大法啊？因为信心也无够。智慧呐，也讲未开啦，等等啦，信念有偏差啦，亲像安尼的人，拢是一个未当为因讲大法，所以即嘛这段文呢，当为如来观经之地吼，如来来观察阮大家人的根基智慧。如来，你会当证明我隆重呢？有够这个根基接受大法的时咯，这些十六沙弥啊，昆切代替这么多的声闻表达心意，嘛会当体会因对佛的尊重，佛。世尊伊的智慧，绝对会当来观察大家人的心观。这些佛陀的智慧，这表达呢，像这多人啊，都、就是了解佛陀的智慧，是天体一如啦，甲这个虚空法界。同样这么开阔的敏感众生的根基吼，五顶文义皆共修学，阮听了后，阮大家人呢，拢会真用心来修学啦。听到这个话，阮会真宝贵，真用心修这个法。入阮的心内，吼，呾戒定义中，伫这个法中啦，阮的认真修行，只爱佛陀开示啦，阮的真珍贵，伫这个法中来修行啦，所以世尊啊，我等自愿如来地界。个人所志愿的啦，就是甲如来同等的地界啦。如来呢所感悟的啦，虚空法界的道理，无不真清楚。阮也是真期待，甲佛
佛同款，会当虚空法界呀，所有的道理，我嘛希望拢总会当透彻见解吼，我也拢总会当了解，这是我们大家人的需求，我的希望，我的追求啦，这是自法如来的见吼。那五定就是表示十六王子立志发愿呐，就是为着求如来无上地界，这种求法的困切啊！家己，我现在安尼讲，我嘛足感动的啊！这种困切求法啦、啊。到底咱即卖现在听话，是毋是有遮尼遮困切呢？听是以无聊心来听话呢，或者是有聊来闻法呢？一边听一边闹啊！无聊心就是遮尼虔诚的心呐、啊，遮尼遮认真是。认真呢，唔是讲哦，啊，应付听啦，罔听，安尼罔过，唔是安尼哦，是真认真啦，真恳切哦，所以为求如来无上地界，这些因所。要求的法真困切，是这么这深心，是大众内心的那份最困切的心，这个深心啦，是最困切的心啊！因立志就是要修行，所以深心所念立志佛陀啦，名为。深心求法，就是要在法中修行啊！这个立志这么这么困切啊，所念在佛日常的生活分秒中呢，心不离佛啊，佛不离咱的心啊，这所念在佛啊。不求一生，心无有要求其他啦，就是求定呢。佛的心就是阮的心，佛的境界呢就是阮的境界啦。阮就是要求得这两佛心境界啦，所以深心所念就是。潜心熬尽一切诸善法果。咱已经得要求法，就是潜心求法啦。所求的法呢，就是善法。熬听到法是真欢喜，这个善呢，真欢喜收集一切的这个善法。所以，这就是因要求佛转法轮，要求会当甲佛呢同等的境界，佛的境界呢。都是集一切善法于一心，这是佛陀是非清楚啦，去掉了无明的完全清净，集中了一切的善法，这一切的善法啦，就是需要得入咱的心来，所以得心正念。把这个善法呢，那
安尼得心正念啦，回归到咱的如来真如本性，这就是求菩提的心，就是求这条路的心啦。咱要安怎样，才会当到真如本性得心正念回归回来呢？咱必定呢，这条路菩提道啦，一觉醒呢，咱爱真用心啊，身体力行啊。自证知，一念心唯有佛，佛知我心嘛，佛才有法度通了解我的心，还阁有啥人会当了解我的心呢？这这么正困切啦，佛的心通力啦，自知我心。佛陀的他心通，会当到了解我的心呐，为作证明，唯有佛会当了解阮求法的心是遮呢遮困切。阮所追求的呢，是一切的善法直入阮的心。阮最需要的，就是直入真如。本性的内底，这条道路唯有佛呢，会当为阮大家人来证明，阮绝对呢，就是佛会当安心为阮说大法的人啦。常常讲吼，啊，这个法对这个人讲嘛无效啊，就自然呢，就未想要甲伊讲。我对这个人的信心已经是失去，甲伊讲遐多嘛无路用啊！这就亲像讲，牛若啉水啦，增加伊的体力啦；蛇若啉水啦，增加伊的毒气啦。同款的道理，这个法啦，那是有真心。信心想要求佛法的道理的人来听呢，他正中伊的慧命啦。实事呢，心念不归啦，无正确，伊听只干那增加伊的聪明，聪明受聪明误，聪明。这作恶的几率真高，所以啊，咱是要正中慧明啊，咱无希望呢是正中聪明，所以求学佛法，咱爱用咱真诚的心，才有法度呢正中咱的智慧吼，那唯有佛法佛陀啦。伊会当了解，所以咱过去听一直听佛陀一直讲，亲像安尼人袂当甲讲，亲像安尼人不可为说，亲像安尼个人等等。即嘛经文讲来到遮，我深深体会啦，对啊，必定爱有真心啦，求佛知见个人。把佛的心放在我们的心的人，这样呢，有真诚的心，才有法度甲讲，这是真正知音者吼，大悲心啊，度一切众生啦。那阮大家人拢已经发这么大的心，阮发的心啊，
是体会了后呢，同款依佛同定啊，嘛是要来度众生啦。已经人人呢都是发大菩提心嘛啦，求大圣法吼，都是为着呢来克空开了阮的大悲心来度一切众生啊，乐在。自愿之中，这个大圣大悲心呐，都是在我们自愿的中间呢。所以上求下化的心呢，是佛会当正知，会当了解我们呐。我们人人都是安尼的大愿，要行大圣法。大乘法要立灵根，去度众生啦，这是阮的志愿啦。阮愿意上求，愿意下化，这个心念，阮真强，分呢应该会当了解，一处一处啦，都希望分会当证明因。会发大心立大愿啊，期待佛呢，会当相信伊，会当为因说大法吼，还是真知心者啦吼。来，下面一段文再讲，第四转轮圣王所将众中八万亿人。见十六王子出家，亦求出家，王即停息。不只是十六王子出家，在佛的座下，在咧请佛转法轮，表达因的心意，包括呢转轮圣王呐，就是啊。上王子来到大通地圣佛道场，转轮圣王上来，连因在大神家属啦，嘛拢总对来，伫这个圣会的面顶，哦，看到梵天王请转法轮，看到王子呢表达安尼出。家的心意，清佛转法轮，安尼呢？在这个所在有八万亿人啊，迄、个中间八万亿人哦，这个、八万亿人也是愿意啦，求佛出家，对，转轮圣王来遮的人。也是同款，求大通地圣佛啊，因尊因大家人出家啦。可见这个道场呢，是偌尼正盛况的道场。大法呢，在这个所在特别现前，人心归向呢，嘛是在这个时刻啦。所以王子之作大通之父，大通地圣佛的老爸，十六王子的阿公啦，这就是叫做转轮圣王。以阿佛所也是同款来到大通地圣佛的道场所讲。带来的人众呢，有八万亿，是转轮圣王率领之众因带来的人呐、啊。
真的有这么多人看到啦，十六王子呢出家啦，而且呢求法哦，伊求出家，搁伫咧求法啦。一看欢喜咯吼，一种顿法殊者之心，王子会王位遮尼大吼，地位遮尼悬呐，都愿意舍弃出家啊，何况呢？阮大家人说见贤思齐啦，看到王子。愿意出家，伊嘛是呢，同款发心嘛，有迄个出世的心念吼，因真正哩羡慕，羡慕这个圣道啦，所以有这种出世丁家，因为丁呀，有家庭都有丁白着啦，咱人啊，那有家庭啊，你想？常常听，啊！我这当阵爸母聚会啊啦，所以我都爱照顾爸母啦。啊，我囝也细汉啦，啊，即嘛因一个一个呢，哎，教育问题真大。啊，我的家业呢，在事业也未清理好啊。要做什么代志，还阁无方便呐、啊？你想，这敢不是呢？有家庭啊，世间有家庭，就是有田啦、啊，安尼田条嘞吼。所以希望因出世田家吼，这种颠簸的家庭呐、啊，因愿意脱离啦，立法性家。因要出田的家，立法性的家，这呢是对专论圣王来的人呐，因愿意要出家啦。王即停息，先求圣王啊，我是不是会当离开我的家庭？啊，会当离开我的职位，啊，我会当专心来出家无？伊爱大声呢，求这专论圣王，所以圣王是先化世啦，所以呢，众人出家日即喜吼，因为这专论圣王本来呢，都、就是。真好奇佛法啦！佛也未出世以前，专论圣王在人间维持正法啦。只卖现在佛出世啦，人人愿意学佛出家去啦。当然呢，伊会真欢喜呀。所以呢，伊欢喜。因尊因出家了，这文讲到这，啊，有人就安尼问啊，不讲出家，在表示是什么意思啊？既然呢，拢总是专论圣王伫咧使唤的人，伊通知的人，啊，拢要去出家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表示什么呢？那回答的就是讲，敬畏
王子福降自己，因为呢，这些人上面讲的拢是梵天王来了吼。那现在呢，要给这么多人呐、啊、来出家啦，嘛是呢，要完成吼这十六王子。吉言之中，敢会记你讲净欢王啊？这太子出家派人去追随，佛成道了后，回归皇宫来啦。净欢王呢，嘛提倡啊，那有两个后生以上的家庭，都会当。有一个出去出家，这就是佛法的心。过去的大通智信佛是安尼，现在释迦牟尼佛伊的家庭、伊的父王，嘛是安尼伫咧佛法伊啊。僧团那往生起来了，佛法呢才会当兴啊。这应该是同款的道理啦，吼！所以啊，这是未来十六王子呢，文化了后啦，十六王子伊会复降啊，就是传法的人啊，这是未来，不过现在呢，都要大声啦，和王子。大通智信佛文化者爱增长，而且呢修行啦，僧团爱敬往生起来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机缘吼。因为大通智信佛啊，这个依息之中，大通智信佛的时代。嘛，有人疑惑啊！这个佛法到底呢是正，或者是邪？转轮圣王啊，也就是要给那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正确的见解，就是讲，这么多人拢去出家，这一定是正法。这世间拢是安尼啦，所以因为大通智信佛的时代有疑惑的人，为着要或者疑惑的人弃敌疑惑，所以呢，伫转轮圣王身边的人呢，伊原来可以出家去，这就是伫咧佛法啦。做道场啦，各位王子吉言之中，这的人呐、啊，就是王子未来的要说法的吉言之中，因为呢，这的随众呐，既然都来了吼，这个八万亿人既然都出来了，这么多呢，那就是呢。未来呀、啊，跟十六王子结缘的人，这就是啊，机缘因缘吼，就是安尼铺路过来啦。各位，学佛总是安尼，伫过去的佛是安尼的道场过来，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安尼的道场。大同小异啦！现在释迦佛就是两千多年前释迦佛的人间，甲大通智信佛的人间是大有差别。咱听起来大有差别，八万亿的随众，吼，哪会遐尼多呢？吼，但是呢，咱现在释迦佛的随众呢？就是拢千二百五十人，那真真正正从皇宫出来的呢，那
随在佛的身边开头，这是五比丘而已。回到回去道众呢，那个宗教呢，会当伫佛的身边，嘛则是安尼尔定。所以讲起来，时代无同哦，呀，何况讲咱也是要学佛啦。咱到底会当度偌济人呢？咱都要尽行修现心灵，将佛法入心啊！那行在菩萨道上，那都要看咱是不是有时时度用心啊！Thank you.